呀，晚安！有没有看到今天晚餐吃得很丰盛啊？你看，这个什么台金玉带子，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还有这是什四么？色鸡卷啊，这个才是四鸡色鸡卷？卷，玉带子应该是这个。哇！药膳仙菇，麻油红鲟，螃蟹，整只螃蟹，整只螃蟹。我喜欢这个，蟹膏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！赶快捞起蟹来！膏，今天吃的好好哦，而且8点还有一个汤，叫做枸杞鳝鱼汤。晚上吃的好补哦，可以，我喝喝看它的汤好不好？这个是什么鲟？安井。安井，安井吗？红鲟，中文叫红鲟哦。第二个安井嘛，第一个安井，可以吗？不是，它会倒。那我帮你扶着，来，哇，赶快用蟹膏哦！哎呦，哇，整个都蟹膏，趁现在赶快用哦。哦，你干嘛一直哦哦叫？帮你配音。哎呀，真的超多的哎！好了。那个是大便吗？给你一块。太大了，我吃小的。我现在嘴巴在破，不要给你。赞赞赞！他这里还有整只哎，对啊，那妈妈看到会爱死，我等下拍给她看。对啊，拍啊！哦，你看这全部都蟹膏哎，在这里。他们今天吃披萨，那我你们拍是给安静。怎么那么好笑啊？好，那我们就慢慢吃哦。我们现在来吃。好，那我们要来享用晚餐了。好大一块，一人哇！一块。我是不是拍月之餐挑战应该要越后面拍才对啊？我前面太早拍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后面吃的超好，而且味道超重的，这是药膳仙菇，哦，越后面的月之餐我就越罪恶，感觉我都快胖了。因为前面会比较清淡，因为刚生完。他会帮你配餐配得很好，对啊。然后越后面呢，味道就会越重，然后越补，会越补。然后这几天我睡醒，我都觉得我喉咙好痛我觉得是冷气太干了，就冷气的关系。哦，这要喝水对不对？因为冷气要开整天。哦，也是啊。这里面有包东西耶，什么包的？这个菜也蛮好吃的，你可以吃。那个里面包紫色的好像。这个是四色鸡卷，鸡卷，大家看到吗？鸡卷，好酷哦。是地瓜吗？还是什么？应该是地瓜。啊，山药。山药不是白色的吗？就感觉吃起来是像山药，好像有点像。干杯，你吃啊，你吃多一点。多一块啊。我吃其他的菜，因为你菜已经不怎么吃。香菇啊。等等，这是杏鲍菇。好吃，超好吃的。这应该是这十几天吃下来，今天算是第九天、第十天、第十天、第十天吃下来的晚餐，
算是最有味道的一次啊，也算每一个都很有味道。对，也算是我这十天之下，我觉得这一餐是最不错的。因为你重口味。啊，清淡怎么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吃，对不对？清淡的东西大家一定会觉得很一般啊，信不信？嗯，当然是越有味道大家会越觉得好吃啊。我今天下午啊，不小心试吃了一些人家那个送来的明月蛋糕，然后不小心一次吃了两块，我觉得我好罪恶，因为我这一个月来，我从来没有吃两块蛋糕，从来没有。而且你很少吃。哎，我很少在吃甜点啊。你看，很少吃甜点，我还会胖呢。不知道为什么。说不定我呼吸也会胖。就人家喝的开始也会胖。啊，你这个生活作息也有影响。你生活作息如果越晚的人越容易胖，越容易胖。我觉得我调养身体很特别，我陪老婆真的有陪她一起坐月子，因为我最近都像我现在在拍晚餐好了。如果我拍完，大概过几个小时就睡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8点多。8、9点。对不对？嗯。就会很想睡觉。那怎么那么大？嗯，好大只哦！慢慢吸，慢慢吸。我不会啃，我只是要吸的。你就用咬的，然后用吸的。它那个很小只，要用吸的。嗯。嗯。你先躺这里。你先躺。你为什么要吃我？嗯。嗯，我是蝎子，我是螃蟹。哪蝎子？哎，我最近都觉得我这只手有时候会抽痛抽痛的。不知道，有时候会丢结丢结的，轻。你有做什么吗？我觉得会不会因为躺床上，然后手一直举着？有可能。对不对？看手机、看影片。还有用那个电脑的手，太低了，不用这样。手会悬空。还有，我觉得应该是，这阵子还是休息好了。休息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晚上呢，就是把这个餐点，就是吃，我觉得这餐点吃下来最好吃的。你说奢侈的东西就是那个安静，就是那个螃蟹，可是它是小只的啊。啊，你说好吃的话是那个鸡肉卷，四色鸡卷，那个是最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大哥要剪掉，然后还有那个干贝，干贝可以吧？干贝好吃，我留一半给你。干贝好吃哦，吃吃看，吃看看干贝。就很嫩的。不错，帅吧？今天是你第12天。看看这里，看这里的，看爸爸这里。Hello，Hello。
今天妈妈要来找你，爸爸也来找你。可以挥手了呢。